俗话说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吃饱？四只花臭豆腐，吸取北丐红鸡公独家秘方，专为爱臭人士研制。购买时请认准黑鲨鱼防伪标志，滋滋。啥蚕蛹？蚕宝宝叫蚕蛹就错了吧？从头。不叫蚕蛹，蚕蚕蛹。你别闹！<笑>救命啊！ 俗话说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吃饱？四只花臭豆腐，继续北丐红鸡公独家秘方，专为爱臭人士研制，购买时请认准黑鲨鱼防伪标志，滋滋。炸蚕蛹，蚕宝宝叫蚕蚕，蚕宝宝叫蚕蚕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画画这我不行。我来，我永远看不到我的。 对不起了，各位，对不起了。哎，你们比心。俗话说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吃饱？蚕宝宝叫蚕蚕，蚕宝宝叫蚕蚕。红尘于心草，二百五一堆，这草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。四枝花榴莲，爱美食者的饕餮盛宴，不要。吃竹，吃竹不要。哦，那收敛。太可怕了！啊，赤处。赤处。我们慢慢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急。俗话说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吃饱？四只花臭豆腐，只要赤处，不要赤处。然后呢？间谍耄耋还是蝴蝶？不管你是间谍耄耋还是蝴蝶，饕餮人是吧？饕餮盛宴。请认准黑鲨鱼防伪标志，白里透着红，红里透着黑。 四只花榴莲，爱美食者的饕餮盛宴，不要赤处，不论你是间谍、耄耋还是酒醉的蝴蝶，都一定要吃。哇！哇！谢谢各位堂主，谢谢。你都记住了？当然。你刚背了一遍你就记住了？当然了。 兄弟，来，口号喊出来！好兄弟，加油！走吧，走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